为了钓鱼也是拼了。提醒哈二伙伴们，钓完鱼要把垃圾收起走哦，要爱护环境。挂到去了，我不吃饭，挂到去了。耶，咋回事啊？那是。最快都给这个群聊了。今天来钓鱼，忘了拿渔夫，然后只有用口袋装了。走，我们今天回家了。大家不要忘了，还有垃圾要随时带去走哦。